这是一个位于 Austin 88超市附近的一个31厅小型公寓套件。一进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玄关部分。这边是第一个房间，有两扇窗户，面积相当的不错。这边有一个 closet 部分。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第二房间面积比较大，但是现在由于锁住了，所以没办法进去看。这是这个套间的卫生间部分。穿过玄关，这里是客厅，客厅有两扇窗户，面积也是比较大。在客厅一侧是厨房，厨房配有了微波炉、油烟机、电磁炉、烤箱、洗衣机和电冰箱。穿过客厅在尽头，这里是第三个房间。第三个房间呈长方形，有一个非常大的衣橱。这个房间有三扇窗户，面积相当的不错。